你咁算咩意思啊？捉咗我嚟大半个月，又唔俾我见我屋企人，我都识内地法律噶，你咁做违法嘅，知唔知啊？我们查出你的真名叫做戴富强，可是你一直都说你叫陈廷威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，在我们没有正式弄清楚你真正身份之前，现在你还不算是正式被逮捕。咁即系咩意思？既然你不算是正式被逮捕，你就没有犯人的权利，也就是说你不能接见任何人。我们会继续调查你，你也需要留在这里。咁你即系同我玩嘢啫？我啊，话仲有大把时间。既然你不肯跟我们配合，我这个人呢是很有耐性的。用你的话来说，我们现在有大把的时间。咁即系大家冇嘢讲啦，好吧？喂，我唔系呢个仓，我点解带我呢个啊？闭嘴！你知唔知我边个啊？我食烟喎，食鱼翅，我大把钱啊！叫你帮手咯，官城嘅重，快啲啦！哦，喂，爽啲手啦！老友，你点咗我相啊？嗯，冇啊，你冇晒我啊！你俾个理由我，点解唔受？我系老婆仔女，我唔会爆你出嚟嘅。俾个你系我，你会唔会信啊？哎呀，大佬，你唔会杀我啊，大佬。四二一，即系陈伟文啦、啊。我有晒你资料。如果你爆我出嚟，你一定冇运啊！我就会翻嚟揾你噶，知唔知啊？你住啊！你打份工咋？唔好揾条命搏啊！知唔知啊？哇，发达咯！呢个咁多钱，算啦，有单嘢仲劲啊！迟啲话俾你听。喂，师兄，有咩发现啊？冇，你咧？叫鉴警科送埋街嗰车啲市民啦 ，OK 嚟噶。老公啊，计划有得卖啦，3800尺咋，你睇几好喎、啊，背山面海，好近沙滩添、啊。咁第日我哋咪可以带埋个仔女游水咯。
医生又冇讲，你点知道就系仔？老婆，我打电话俾二玲，叫佢去长河集团见工。哦。警察，我哋揾大富强。冇。大富强，我是欧记李世昌，我们现在怀疑你和戒款车械劫案有关，请你回去协助调查。喂，又是协助调查，那使不落孖叶啫？冇咁多啊！你不是去年做我的、啊、我不得闲噶。你成日四点半同我听产前讲座，厨房那煲汤碗几睇火啊？看住门口啊，邓律师啊，唔该。我而家同你认人。一阵间那些人就会企在后面给你认，你认到哪个疑犯呢就指他出来，明白吗？明白，不过你要看着我。来来来，可以开始的。好阿Sir，这块是不是单元镜入面看不到我的？嗯，那也好一点。你不用怕，我们警方会保护你的。你说这都是悍匪来的，很多人怕的。来埋睇下。公司有卧底，如果我指佢出嚟，佢实唔放过我嘅。我见我大有势，我唔想死嘅，我真系唔想死。你讲过几多次啊？我哋警方会保护你噶嘛？唔系嘅，你明知系佢做嘅，都唔同我哋合作，但系查到出嚟，死都一身泥。我好，我唔怕话你知，我哋已经查到你公司嘅卧底系边个。如果你仲系知情不报嘅，我哋可能怀疑你同呢单案有关，你都会被控告。阿Sir，唔关我事噶，我乜都唔知噶，你哋唔好屈我啊！基本上我哋够晒料做佢，只要你肯喺庭上指佢出嚟，佢衰紧嘅。咁咧，既然你系清白嘅，我哋而家同你做嗰份好工，点啊？好啦。本席宣判，被告戴富强持械行劫，罪名成立，判监18年，即时执行。
唔该唔该，唔好意思，唔该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，唔该唔该。我叫鸡雄啊，你叫强哥啊嘛，我识得你噶。你做嗰单 1.7 亿贷款车咧，已经破咗世界健力士纪录大全啊嘛。呢度啲人啊，全部封你做大富豪噶，你知唔知啊？喂，坐嗰边。你今日有食神啊？太平绅士嚟神庄啊，搞我送噶啦 ，step 真啲吓。做咩？系咁上下噶啦，仲唔满意啊？喂，做咩？呢个食屎狗嚟啊！佢喺呢度嘅二把手。如果边个唔听佢话咧，就听花开富贵啊！知唔知咩叫花开富贵啊？屎忽开花，行家富贵啊！快啲食，快啲食。佢养只几乞憎，还系次次有大粒嘅虫虫咧。屎狗都要我哋食晒啲饭噶，话唔好俾麻烦佢啊！快啲食啦！我真系未见过恶人。你千祈唔好惹佢啊！佢惹唔过我啊！唔俾做傻事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我急尿。佢唔食饭。呢饭好难食，我好似大家每次晚餐。你冇玩嘢啊！即刻同我食晒佢，食！你咁中意食，我请你食啦。好，我为你自己拣嘅，冇得翻转头嘅，你唔好后悔啊！好啊，顶硬啊你！太平绅士重仓，你哋有咩要求？有咩投诉可以同太平绅士讲？佢又点个死仙？我有嘢要投诉。你有咩投诉？喂，我投诉呢度伙食太差，仲俾监偷恐吓，唔俾我将事实讲出嚟。Watch good， 嗱，一数你，帮你写份详细嘅报告俾我。Yes, sir. 这里是头十名收费最贵的大众名单，我已经由最贵的那个找起了。嗱，这个叫陈柱，虽然不是最贵的那个，但是他在今年之内打赢最多官司的，名牌来的，名牌当然可靠一点，我已经联络着他，看看他有没有把握跟你上诉。我还找人抄过他的名字的笔画，看看他理不理你。老公，你放心，你一定会上诉得直的。我当然放心了，我没理由连自己老婆都不信。你给我找那些法律书呢，我已经找到了，不过全部英文来的，你看得定的了。不定就学到定了。我哋一齐点啊？嗯，好好，好健康。嗯？点解有我喺度嘅？我用电脑整嘅。你几似喎？我就成日问爸爸喺边度。你同我仔讲，等佢大个咗，爹哋去南非买个岛，等妈咪生多个细佬，我哋一家大细去探世界。细路仔唔噏得噶，你一定要赢。要赢，一定要靠自己。搞错啦！喺呢边啦。搞什么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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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君。大伯，你真系够姜啊！而家食尸狗啊，压晒屎啦！而家船舱啲兄弟咧，封咗你做偶像，你啜晒位啦今次。喂，嗰班人喺度做咩？今日星期三跑夜马嘛，佢哋喺度落紧篮嘛，佢都想识你好耐噶啦。诶、哎，你过嚟，过嚟，过嚟，我介绍你识吓，过嚟啊，系。嗱、啊，等我帮你响下个锁啦吓。哎哎，嚟嚟嚟，让开让开。喂，嗱，等我嚟介绍啊，一点七亿大富豪。我哋都要个大庄啊，阿七哥。系，好嘛。嗯嗯，你真系真。李达水系人都知噶啦，阿七啊，庄仔嚟噶，边度够实力噶？我哋呢度咧，闲闲地一场马几廿条烟噶。如果你肯做庄，我担保你有几百条烟。咁即系几钱啊？一条烟有成千六银噶，嗰条数啊好和味噶嘛。嗱咁。我喺出边咧就有啲坚料，如果你肯出嚟做庄嘅话咧，到时赢咗啦，你系咁要跌翻些少俾我，好嘛？做呢只数，谂谂个，冇所谓，系嘛？就咁决定啦，吓！你系咪食懵咗啊？我做紧嘢啊！你又唔单声，误会啫。你而家系咪揽佢先？我唔系话揽佢，我想睇下有冇嘢同佢倾。喂，你都知佢咩环境嘅咧？如果卖咗佢堆，大家有着数咯。嗱，你当俾面我，你谂清楚啊！嗱，唔好话我唔同你单声。如果佢再玩嘢，天王都冇面俾。上次该杀王，小意思啫，唔使嗌。我份人最讲理，下次有啲咩嘅，只管开声。大家出嚟行，唔使讲。好啊，大波。大波，哇，七，上到单嘢点啊？數化數據啦，滿口英文，扮紳士啊！喂，俾啲你睇啊！咩？好大佬，佢通緝犯嚟喎，有機會介紹你先。個仔㗎？生喺幼稚园啊，要你帮佢签手册。
你翻去话俾个仔听，爸爸好快就可以日日同佢签手册。老公啊，我同律师倾过，佢话我个口供好有力，呢间官司分分钟可以打得啦。真嘅？嗯。之前嗰个法官接落咗食蕉嘅口供，话认唔到我。之后佢又改口供话认到我，呢啲咁嘅口供根本就唔可信。咁即系菩萨保佑啦。你咪我菩萨咯，唔系你带咁多法律书俾我，喺度日刨夜刨，我又点知有咁多法律漏洞？你好叻啊，老公。老婆，呢一单官司我输边。1995年，戴富强申请上诉，案件获准法还风险重审。阿七阿七，大哥啊！大哥，乜都唔好翻嚟啊！做咩啊？你晒喺度开 party 啊？打波翻咗，打波打波打打波！嚟嚟嚟，快啲！大叔，大叔，睇你今日判咗点睇啊？我买噶啦。我都系咯，喂，不如我哋睇唔到，我哋买佢啦，四四比得翻啲啊！做咩啊？唔使做啊！好，我口干，吞啖口水啊！我都系顺风耳嚟嘅，你唔好以为我唔知你讲乜啊！佢输硬啊！戴富强嗰条扑街，哼！18年啦，有排佢坐啊！你全部听住啊！你哋都系啊！咪以为上诉就可以出赌贼啊！同我快啲剪晒草嘅。嗱，法庭一车翻嚟啦，大富强肯定喺里面。不如听日先睇好冇？唔制呀。咁而家睇啊。啊？边个话睇卡通片噶？听日唔使翻学啊？哎呦，我睇。咩咩？哦。抱姐姐入去瞓啦。Yes, ma'am。我要睇卡通片。听妈咪话，快啲瞓觉先。姐姐。乖乖地啊。老公啊，你今日真系好攰啊，早啲瞓啦。我唔眼瞓啊，不如陪我倾个偈啊。班差佬算得，你哋巴捉咗半班牛刀咁重，冚家铲等我揾机会，一定炸到班仆街变粉肠。嗯，系粉肠先做啲蚀本生意嘅啫，我哋啊足足赚翻15年两集多。咁啊系，嗰班差佬想屈我坐18年，问过我老婆先得噶。老公啊。我哋以后有咩打算啊？我会继续做埋嗰单嘢咯。啊，二拎而家点？佢依家系长河集团西粉工，仲系你有权嘅私人助理添噃。嗯。嚟咗啦，系啊，多谢晒，你个 Benz 好好揸，小意思啫。有冇酒？好啊，唔该。哇，呢度环境好好啊！我个办公室嚟嘅，个亿元嘅生意都喺度插白噶。喂，
你又成个私人助理，你好似有啲嘢要俾我。当然啦，嚟得见你，一定有功课交嘅。嗱，佢平时出入嘅地方。系啊。呢只就系佢日常生活嘅时间表。第七，大富豪，上车啊！哦。我兄弟护你，七哥，叫我七啦，我份人最讲雷，系咪奇怪？点解会嚟接你？你揾得我，唔会食饭饮茶咁简单啩？你咪话过，有机会介绍你大佬俾我识嘅。你想揾我大佬？嗯，佢唔系咁易见人。你介绍啦，佢实会见我嘅。坐喺前面。点解拣呢度？我哋同湖南帮熟紧，翻公安就教咗我大佬。佢话唔想咁样，所以咪约喺度。佢喺边啊？佢喺前面间饭店等紧我哋。真系咩人？哼，擦鞋仔嚟嘅。哇，啊系唔同晒喎！嗱，你又唔啱啦，有大茶饭唔见我，我都唔知道你出咗嚟。讲笑啫，讲笑啫，你搵我啲大佬一样嘅啫吓。嚟嚟，我大大佬等紧你，过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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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好嘢记得睇住我啊！呢度系啦，喂，入嚟入嚟入嚟。呢个我大大佬阿狗，香港头号 number one， 呢位系一点仔嘅大富豪，我都有嚟噶。其实大家咁熟啦，都唔使介绍啦，真系可以心。今日真系星光熠熠嘅啫吓，你经理先，经理先，经理先吓，经理。大富豪啊，我叫陈聪，我大佬阿狗，坐啊。阿狗，狗养大名，护理。去嗰个边坐，行啦，大人讲嘢啊！哎呀听阿七讲，你捻大嘢打埋八头喎。系，佢仲话你好够嘢添。你搞错，我呢一份人从来都唔讲义气，义气唔系攞嚟讲嘅，系要做嘅，有诚意同我合作嘅，干咗佢。我哋有冇机会合作，你要睇过唔过得今日。
咁仲等咩？你唔讲义气噶嘛？我系话义气唔系攞嚟讲，系做的。点解要揾我帮手？因为你够狼啊！我唔止做野狼，我揾钱中狼。喂，你出先。其实我真系好佩服你，起码你做啲嘢我唔敢做。贼就分两种，好似我呢一种就食路，我认第二问肯定第一。而你呢一种咧就讲炮，我谂全中国运及你能。如果我哋合作，一定会天衣无缝。今次你上嚟揾我，究竟咩事？我嚟问你，你喺观塘物华街搞到成个香港都震晒，你到底揾到几多钱啊？几百粒，咁啊点啫？如果你同我合作，我保证你揾多个米华加登嘅十倍。你想打劫汇丰金库啊？咁我咪要搬好多军火嚟。唔使咁大阵仗，我要班友仔啲钱自动送上门。点啊？有兴趣啊？你究竟想搞咩啫？唔使心烦，我揸完水翻嚟话俾你听。张 Sir 啊，你提早放我出嚟，我都俾咗几次料你啦。你拉唔啲人唔关我事噶嘛？呢镬嘢啊，俾佢哋知道我好大镬噶。喂，而家讲嘢唔系咁方便啊，我有消息再打电话俾你啦。吓，系咁先啦。大贼，系冇想知我点搵大钱啊？本来我在香港通缉紧，既然系咁，不如同你落香港做多次。好啊，喺合作之前，你要做多单嘢。咩啊？你身边有艳仔？唔怪得知，成日都有差佬跟住嚟啊。咁你信唔信我？走啊！
呢度系我地方嚟，讲嘢方便啲。嚟坐，坐。我大佬同阿哥倾好咗，我哋两班人之期拍住一齐揾食。我哋负责香港嗰边嘅策划工作同踩线，阿九就会负责大陆嘅组织行动同埋柬埔寨买军火，有冇问题？我大佬冇问题，我就冇问题啦。我想话俾你知，我做事嘅原则，我有绝对嘅话事。你哋一定要照我分配做，千祈唔好出错。只要唔出错，差佬就耐我哋耐。而家我哋搭埋一条船，一定要一条心。如果发现有边个出卖自己兄弟，我话我一定唔会放过佢。大富豪讲嘅嘢就系我讲嘅嘢。大家仲有冇问题？柬埔寨嗰边啲军火我搞掂，钱方面点？几多钱啊？8000万。好啊，我叫东攞俾你。喂喂喂，怎么样？高老七是不是正回来啊？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他马上就回来啊。我再打电话催他。七哥，哼，喂，高老七，你说我今天还钱给我，到底怎么着？桂立成，有头发谁想做秃子？怎么着，输了钱还想赖账啊？我不管那么多，总之你今天不还钱，我就在道上张扬出去，说你在赌场输钱不认账。用不着发那么大火吧，欠债还钱而已，我只是暂时不够受债嘛，先拿200万也叫有个交代，余数嘛慢慢再付了，用不着发那么大火嘛。喝杯茶啊。那谁啊，给陈哥拿壶茶来。啊，来来，喝茶喝茶，来来来，坐坐，来壶好茶。喂，我去拿钱啊，不要发火。还有多少钱？连买货的钱一共有80万吧。80万全给我。但是伙计工资全靠这些。少唧唧歪歪。七哥，白亚东，我是送钱来的，这20万美金，140万港币，强哥吩咐要我交给你，你点一点吧。行了，难道我会不相信大富豪啊？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好。啊，那谁，送东哥走。哎，行了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用不着客气。你好好给我解释一下。那些钱因为我有急事，所以先花了。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拿出来。妈的，你知道这些钱是用来买军火的，你花光了怎么向人交代啊？钱一定要还，但也不会那么简单。你想怎么样？你别走，别走，别这样，别走，别走，你听我的，给我个面子，你买40万小数目而已，这笔钱由我负责，我们是干大买卖的，不会自乱阵脚吧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再给你140万没问题，先搞定那批货。我一时手紧，钱我一定还给你。100000万而已，我一定有办法的。那办妥军火之后，跟我去香港，通知阿东开车来接我们。你马上去准备好我们行动时的必需品，抵达后马上行动，知道吗？嗯，没问题，走吧。只有5分钟。
喂，你们不用杀人啊，你几个人做咩？你妈妈咩事都嚟做咩？冇喐啊！而家围住你挨挨，全部企定冇喐啊！喐你老母！打狗！唔理我，喐我大佬！我哋喺西环码头发生枪战，我哋乌军唔喐得啊！顶住啊，阿狗！啊！扑街！咩啊？算了，强哥，而家谂个办法补救翻仲好啦。你个仆街，我迟啲再同你计数。你放心，我大佬份人把握好嘛，佢唔会爆我哋出嚟。我信得过阿狗。咁你睇点做先？而家无论如何都要先救瓦狗出嚟。喂，而家成间医院都有差人，佢就一齐死嘅啫。阿七，既然大家长兄弟，唔计得咁多。而家成班人就睇你头，点救先？要救就喺医院救，入咗激流就麻烦。我大佬医院走得过嘅，经过老礼嘅。好，我哋去医院救。有好多差人喺度咯，个 party 比我想象中大喎。咁即系点啊？强哥，冇得拣你嘅。开车。
帮我搵啲黄色戒肉翻嚟。我唔信救唔到你大佬。究竟而家呢单嘢仲做唔做？我大佬搞成咁，我就唔做啦。如果要做嘅，你哋做啊。喂，阿聪，仲做咩啊？花大把心咪要搞啊！如果再做，我哋使唔使度过？唔使。记住。好事嚟噶。开工。大富强，你喺商界最食老嗰个，我喺江湖亦都系最食老嗰个，你系我偶像嚟噶，我崇拜你噶。你究竟想点啊？冇，我想你分啲钱俾我哋使下啫。你大大话话喺我哋啲小市民身上都搵到几百亿啦，你跌啲出嚟俾我哋穷兄弟使下都应该啫。喂，我系罗宾汉嚟噶，你想敲诈我啊？叫贴心听，收到。咩意思啊？你个仔啊，即系我米饭班主。喂，你爹哋。喂，阿俊，阿俊，喂，你想要钱嘅，冇问题，最紧要我个仔安全。你想要几多？5亿，系美金。冇 cash， 就算系勒索啊，都要有个合理嘅价钱噶嘛。喂，成哥，你起个屋村啊，起码都赚几廿亿啦，唔通你阿仔条命仲平屋村？5亿美金，成40亿港纸噶，一时之间我边揾到 cash 俾你啊？我冇要多你噶，成哥，你个仔条命唔值40亿，咁加埋你条命够啦啩？出面有差佬，成哥，麻烦你打发佢哋走。我提醒你，你嘅乖仔喺我手度。仲有，我预咗嘅，我嚟得就唔怕。如果你唔同我合作嘅，我哋揽咗镬数。咩事？李生，唔好意思，打搅晒。就系咁嘅，我哋有个伙计就喺深水湾道发现咗另朗架车，玻璃咧就俾人打烂咗，而另朗又唔喺现场，咁所以我哋想嚟了解一下，睇下另朗系咪出事咁啫。冇，冇事，
我仔翻咗嚟。李生，但系，我话冇事就冇事啦，你哋查清楚先好唔好？我唔系好得闲嘅啫。咁好啊，李生，唔好意思，打搅晒。咪住，你谂咩事啊？李生，你个闭路电视好似俾人喷黑咗咁样。哦，系咩？哦，可能附近啲鬼仔白面嘅啫。我惊会有问题，不如我叫几个伙计嚟帮你 check 下，好唔好啊？唔使啦，我同许奇安好熟嘅，有事我会打电话俾佢嘅啦。好啊。啊，果然好演技啊！我点相信你会放人啊？喂，成哥，我呢一份人系最讲口齿嘅咯，讲得出嚟做得到嘅。嗱，你又点咗我相啊？如果我收咗钱而撕票嘅，你成哥有财有势，要刮我戴富强，话咁易啦，系嘛？成哥，令公子身娇玉贵，你都唔想有咩头晕身庆噶？你千祈唔好乱嚟啊！钱我俾，不过你要俾时间我兑现金先得噶。冇问题，听朝十点半我要喺度见到啲现金。听朝四十亿，冇可能嘅。香港嘅银行体系，如果喺一夜之间冇咗成四十亿现金，你知唔知几大件事啊？好多二三线嘅银行仔都会因此而瘫痪咗。你都唔想呢件事搞到咁瞩目嘅。系喎，呢一层我冇谂过吓。不如咁，我尽量谂办法喺影响最少嘅范围之内，可以筹到几多现金。好啊，你咁有诚意，你揸主意啊。好，我去打电话。诶，唔使啦，你屋企啲电话全部俾我 cut 晒，用我呢、這个。阿石哥，整碗燕窝食下嚟。我已经问过汇丰同恒生，他们最多可以 offer 十亿给我，这个最大的极限的。成哥，你真是做大事的人，你既然这么爽快，我打个折头给你，收你十亿三千八百万，又生又发，够晒意头的啩。嗯，好。哇，这燕窝够晒火候啊。哎呀，咁都得，成哥，做咩咁闷啊？过嚟玩下，呢咁嘅屎忽嘢我都啱学噶咋，听讲你打得好叻噶系嘛？过嚟玩下，嚟啊嚟啊嚟啊！成晚流流场揾啲嘢搞下，点过啊？喂，我同你赌下，一个波一百粒，如果你赢咗我玩，有赎金到球。如果你输嘅，就开张 check 俾我，公道啊！嚟嚟啊嚟嚟，喂，有本事赢翻十亿翻嚟咯！放心、啊，只要听朝啲钱一到，我保证你仔一定可以翻嚟同我食早餐。希望你讲得出做得到。牙齿当金使，我从来唔失信于人。你听我揸住碌嘢，好似你一样成个有钱佬咁。我唯一同你唔同嘅，就我运气唔好，出身唔好，冇你咁好际遇啫嘛。有啲人天生想做贼啫，冇机会选择啫嘛。我都好想好似你咁啊，得闲跌十亿八亿出嚟做下善事。一阵开间公司又赚一百几廿亿，但系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同人唔同命，冇计啊！呢啲系借口嚟，做人边话冇得选择嘅？我细个嘅时候够穷，又唔好见我做贼。我今日所有嘅嘢，
靠我自己努力咁得翻嚟。际遇嘅嘢，有时要靠自己争取，唔系可以不劳而获。成哥，人生好短暂嘅，眨下眼就几廿年过去噶啦。要发达就要靠自己，唔可以靠咩六合彩啊、多宝奖嘅。我话俾你听啦，呢个世界钱系最重要，冇钱咩都唔得。我唔会忍受自己冇钱，我用自己条命嚟搏一铺，做一啲其他人唔敢做嘅嘢，喺最短时间之内搵最多嘅钱，呢啲就系我人生嘅哲理。讲啊简单，但系有几多可以做得到？我做得到，系我大富强可以做得到。李生，唔该签收。齐噶啦，你睇啱唔啱数？咁少数目，信你唔过咩？咁你仲唔放翻我个仔？喂，车到深过嚟。啊，财神爷 ，You are free man now。快啲翻入去，老豆等紧你食早餐嘅。啊！喂，我系大地主，大佬。嗰日黄道有案，我哋横行无忌。阿狐狸，快嚟啊！一齐饮杯，嚟。饮杯。大佬唔系谂住咁就算啦嘛？哇！呢只大佬啲真品嚟噶，滋滋皮皮嘢噶。嗱，今晚我攞200粒出嚟，我哋一齐落尖东 happy。你有本事就帮我洗晒佢，啊？咁又唔错。气肉分钱嚟。哇！哎，精神啊，精神啊！嗱，讲好咗，事成之后我分一半噶，冇问题。狐狸，呢8000万你嘅，多谢强哥。哇，咁重啊，够我翻解放站开酒店。阿东，呢6000万你嘅，多谢大佬，唔使多谢，你应得。喂，大夫，咁我咧？你啊，呢三袋攞翻去大陆咯。咁多？喂，系我又唔拘啊。喂。你有冇搞错？呢啲唔系全部你噶，你只系占1亿噶咋？咁其余嗰啲？我哋一早讲好咗噶嘛，你系占1亿，其他全部阿九六。我大佬，佢好似冇乜点做过嘢啫。讲咗可以分2亿，咪2亿咯。喂，但系而家佢阿七阿九虽然冇喐手，但佢因为呢一单嘢入狱，咪当系个安家费咯。个老七。大佬话咁就咁啦，系咪唔信啦？好，既然系咁嘅，你哋话点就点啦，啊？悭八点，庄6点，悭赢。要咩啊，伟哥？同我攞杯酒俾强哥。啊，我请你饮酒。
你报你睇。装咗点反冇点，庄员，再攞埋嚟。老公，你输咗差唔多过亿嘅喎。过亿咪过亿咯，又唔系输唔起。我叫人帮你攞啦。喂，对唔住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先生，你失咗礼添。我攞嘢俾你买啦，好重。老公啊，我今日都唔系好理你，不如我先走先啦。是但啦，攞埋呢沓码好啦，唔好再攞啦。得啦。强哥啊，不如你铺买庄啊。庄未庄？呢度成千万嘅、哦，不如买住一半先啦、啊。我信人永远唔会信一半。睇你个样成盏明灯咁，你铺我就买闲，你买几多我买几多，就同你赌一铺。你话买庄，你帮我睇。我啊，叫得你睇咪睇咯。我不是那么好彩嘛，你真的六点身边强哥要顶啊，顶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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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好输啊，顶埋那边得了，是不是啊，我都信人不会信一半的啦。威哥差你笑啊我。哎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林啊，强哥。醒目女啊。
你知道未？恭喜你。哼，你已经知道咗啦。不过高老七话，呢单嘢我冇份喎，只系俾咗少少钱个细佬。我唔系嫌少，想知道系咪你嘅意思啫？梗系唔系我意思咯。你应得嗰份，我已经交咗俾阿七，叫佢交俾你细佬啦。咁你打算点做？我俾个交代俾你嘅。高老七而家喺深圳，你去搵个细佬。好。喂，你只脚点啊？都系咁。你忍耐下，我谂紧办法。其实你可以去游下浮，唔使理我。换转系我喺里边坐紧监嘅，你都会帮我谂办法啦，系嘛？阿哥，你放心，我讲过嘅嘢一定做得到，一定做得到。七，点啊，大哥？咁耐冇见，搵我哋饮茶，有好大嘢。坐，坐嗰边啦。好。喂，回。饮咩？咖啡得啦，小姐，攞杯咖啡嚟啊！高老七，冇见咁耐，淡化咗。哼，都唔知点解，可能个人运都似，个胆细啲嘅。唔系胆细，系心虚啊！喂，狐狸，边个踩亲你啊？高老七，我俾阿狗投诉，听讲你吞咗。你讲咩啊？你冇听人吹水喎、啊？唔系咩？喂，使唔使我对灯发誓啊？唔系啊，最好啦。咖啡。好，唔该。唔好喐啊！喂，大哥，玩边科啊？我埋班嗰时讲过。边个出卖自己兄弟嘅，我一定唔会放过。你咁快就唔记得咯？你想点啊？呢啲系你同阿狗嘅家事，我会将你交翻俾佢哋。喂，兄弟，唔好逼虎跳墙啊！你得九三有，我后边咁搭马，你带唔带得我走啊？睇下点。你想带我回惠州？一祥兄弟唔系咁啊嘛？一祥兄弟先至系咁嘅。阿七，你呕翻啲钱出嚟。我睇掹唔掹到你，嗯？有公安，冲过去！佢走唔甩噶，翻去再算啦。高老七喺咪度？冇啊，冇嚟过。查，咩事啊？你老七咧？我哋事啊，我哋啊，佢今日冇翻过嚟喎。有冇差？好。
点啊？我同班兄弟周围刮佢，但都揾到个老七。佢而家仲唔潜晒水咩？唉，冇啦。放心、啊，我啲石刮都会出嚟嘅。至于嗰两亿，我就有办法帮你谂翻掂佢。两亿唔系小数目啊！我两仔都唔系咁贪心嘅，我冇谂住佢哋话。唔使我自己攞嘅、啊，做多单咪得咯。搞定咗，俾翻我两亿你，其余嗰啲就大家分吓。啊听住，九月底有个姓郭嘅富商被人绑架咗，赎款系六亿，个绑匪系太夫人。喂，喂喂，总之呢单嘢我搞掂佢啦。嗯。呢啲你嘅。点啊？好，冇问题。俾你细佬知，唔好再搞高老七。如果唔系，你冇好日子过。知唔知啊，懵仔？喂，强哥，手机俾了出嚟，阿狗俾打冇飞行。扑街，玩残佢！惩教处岗位，更加喺公路上面挂起警告惩教处嘅标语。警方有组织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。事件发生于在凌晨3:40，三名男子分别乘坐一架泥头车，一辆疾驰电瓶房车，抵达屯门康复道小榄惩教处精神病治疗中心外，猛力撞车。
喂，老婆，乜咁论尽啊？小心啲啦。依头叫你小心啲，哥就整个手啦。老公啊，你搵架车去撞惩教处，你惊唔惊我出事噶？惊咩？嗰班系兄弟嚟噶。老公啊，呢单系蚀本生意嚟噶，我系你老婆，我紧张你。你咁样为班兄弟，你有冇谂过噶？你话我有冇谂过？你整亲个手啊，都写唔到字啦。我嗰单系大茶饭嚟噶，冇咗班手足啊，我自己点食得起啊？我帮你了。老爷啊，大富强打电话嚟，一定要你听我。喂，李生。喂，我哋有个协议，你唔可以再骚扰我哋喎。本来都冇谂住再搞你嘅，不过最近班兄弟唔系好掂，想问你攞多2亿，可唔够急啫？我一个仙都唔会再俾你。好，你自己负责。爹哋，他们班人都不讲口齿的。他们是贼人嘛，怎会讲口齿？我们不如报警吧。是。是。请进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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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辛苦你了啊！冇咁讲。哎，今天的天气啊，不太好啊，又正如我们上司的脸，真是一模一样啊！我老细都一样，打晒大风，十号风球啊！看来你们也不好过，我们一定要合作，抓住戴富强。国家安全局已经掌握到戴富强一伙的行踪了。我们香港警方可以全力配合。好，我们要在内地诱捕戴富强，特区刑法对付不了他，我们希望用国家刑法来整治他。你看呢？戴富强找一个叫陈七的人，我们勾到陈七条线，他现在在江门，我哋可以利用佢哋鬼打鬼，引戴富强翻江门。戴富强在柬埔寨买了800公斤炸药，经内地运到香港，我们就利用这批炸药将戴富强抓回国内。就由我哋香港警方开始先。好啊！哎哎哎 ，go go go！晒料嘅喎，好，我新闻一发布消息，话我哋揾到炸药，再加埋陈七条线，大富强收到消息，一定执翻大连。Yes sir。我帮你求咗支签，话你犯小人啊。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走路不是去旅行了。你不要听我话的，不要回大陆了。O.K. 踢伤我哋一斗，起了批炸药出来，我而家不走又话走了。走路啫，好多地方可以去的，不要回大陆了。老公啊，如果你回大陆是为了找陈七的，我觉得很戆居啫。
呢啲系蚀本生意嚟噶。唔好再讲啦，我班弟同我做嘢，全部都系揾靓角噶。我一系唔信人，一系信到底。边个对兄弟唔住，我一定要冇运啊！我觉得你变咗，以前有咩事，你第一时间梗系谂住我哋几仔乸，但系而家你净系为兄弟，为兄弟。老婆，我应承咗同你几仔乸一齐去南非，我一定会做得到噶。报告，大夫小姐通过了关卡，进入了我们的区域。我收到歌，即刻揀木仔赶翻翻嚟。我仲收到封批假俾 O B 起咗。我知道，我过关嘅时候顺风顺水，我谂班差佬仲未够料做我。阿亲，佢仲谂住你。啊？报告，目标已进入校内，注意他们的动向，我要清楚保重。人系有两种，一种可以共富贵，唔可以共患难，而你就可以共患难，唔可以共富贵。你太冇义气啦，大富豪。咩叫义气啊？你出嚟问下人啦、啊，要钱定要义气啊？嗰只哑狗佢根本就乜嘢都冇做过，分埋佢个份，冇咩唔啱啊？仲有啊，啲帮家富商，佢做得唔啱。你好高贵咩？我唔觉得。你唔好话俾我听，你唔中意钱啊？你咁中意钱啊嘛？我俾晒你。你癫噶？啲钱落我去洗啦。算啦，冇晒佢。行动！村口拦截，狙击手准备，对准目标，格杀勿论。
但系啲公安一定一穿好劲嘅。点解咁多公安嘅？估唔到啲公安咁犀利，用咗七人我哋入去，俾个陷阱我哋踩。要衰衰翻香港，都需要打靶。系我累咗你。如果唔系我叫你翻嚟，你而家仲喺柬埔寨响紧房。正式分事嗰啲人兄弟，大佬，我一直都好欣赏你有脑筋。呢一关你一定过到。咁多年嚟，我话就你军师，但大部分嘅事都系你。不过今次我条件，咩条？我引开啲公安，你走先。我知一定唔肯，但你有冇谂过？如果我衰咗嘅话，你仲可以翻嚟救我。有冇搞错啊？又塞车，你认不认识他们？不是。但是他们都说他们认识你，而且他们还说你是主谋。这个口供对你可不利啊。老公，你收唔收到我寄俾你嘅信啊？姐姐问爸爸咁耐去咗边，我话你过咗南非买间大屋就会接我哋过去探世界。你话你应承咗嘅嘢就一定要做到，我知你唔会呃我哋。我问过曾律师，佢话只要你翻嚟香港省就有得救。我唔会放弃，我一定会揾到人帮你。叫你 call 佢啊！有冇 call 佢啊？追佢都追唔到，点做嘢啊？唔搞错啊？唔知点啊？喂，老讲咯。查点嘅？上边啊，有边个唔识我范招雄啊？呢大袋啊，个个同我揸晒爬嘅。嗱，呢单嘢啊，个个都话佢拍硬嘅，但我有办法帮你搞掂佢。劲啊！点啊？
冇事嘅，阿嫂，放心啊。咁我开另张票俾你先。唔使咁急喎。喂，后头记得写 cash 话。好啊。老公，我已经揾到人帮手，你一定会冇事。我使几多钱都要你出翻嚟。戴副警，我们已经拿到了足够的证据。你够你咪做我咯。我真的很希望你能跟我们合作。我讲咗啦，我叫陈廷威，香港特区人。你想问我乜嘢啊？走私啊？因为用假证件啊？告我咯。我们会起诉你私藏军火、绑票等等。十多项罪状。吓我啊。我呢会劝你太太上来协助我们调查。我相信你太太会跟我们合作。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我说的？老师，我有两个要求。说吧。我叫你死，我的性命都不保了。仲有，我太太是无辜的，你哋唔可以搞佢。对吗？好。我的身份证给我老婆。开门啊！我听日一早上广州，你帮我睇住两个仔啊。妈，大陆有信。老婆，我嚟咗呢度已经大半年有多，我开始习惯呢度嘅生活。呢几晚仲有梦法添，我见到你同仔仔，我知道你哋好担心我，其实我真系好挂住你哋。我一句说话，我真系好想同你讲，对唔住，兄弟同你，我拣咗兄弟，但系如果有机会俾我再拣多次，我一定会拣你。但我对啲公安认咗罪，心情好咗好多。详细嘅情况，我大陆嘅律师会通知你，唔可以讲我好坏。但结果系点，我而家都唔知道。其实我已经有咗心理准备，生命真系好脆弱，唔好喊，
记住，暂时唔好上嚟睇我。是时候了。